随便你是撕 T 恤还是撕外套，我跟 T T 在这里给你们俩拍一张失败照。希望节目不要恶意剪辑我就好了。我怎么可能会输给爱奇艺跟潘玮柏？来自梦想，人生马戏下，有怒骂的记者痛苦，谁像天下的毒霸，天黑嘲讽有影也因为我们输大。 想不想知道谁投给了你？想的。啊！这个一票顶五票吧？我都是投自己人啊。 其实我没有什么，我觉得可以啊，碰一碰啊，对对对，可以碰一碰啊，对对对。他玩呢，他就随便摁的，他就是。我本来就说，如果这场输了，也不要讲什么狠话，我直接退休，直接退休。 不大，不行，你要退休吗？你有好多歌在我们耳机里了，你退休也没所谓了。话锋一转，漂亮！让我们一起准备这一场艾热和 MC Hotdog 热狗。 在对战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先听狗哥有什么话要讲一下。两位都是我真的非常尊敬而且喜欢的说唱歌手，然后我觉得真正的强者早碰晚碰都会碰到了吧？那不如趁现在我们来较劲一轮，对，看看是你的旋律比较厉害，还是我们的说唱比较猛？我们厉害。 之王，退退退退退！哎，我说没有永远的冠军，什么仗我们都会在终点前算清。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！盖哥没话说了，没想到是不是？我会让你知道为什么你是冠军，我也是冠军，我为什么是压轴？<笑>你是冠军，但也就是在2017年。 来到巅峰对决，这里没有任何一个 low low。今天干掉 TT 就像吃掉潮汕牛肉。哦，来！别怪我口直心快，今天巅峰对决，看我融化冰块。 Ice 加上 KL， 今天吃定了，咖喱 TT， 今天不吃川菜也不吃湘菜，请你们吃咖喱鸡。咖喱鸡，哎，怎么情况？我随便你是撕 T 恤还是撕外套，我跟 TT 在这里给你们俩拍一张失败照。 去哥，满足你们三打白景翼。我觉得一会儿肯定是我会站着欢呼，你只能坐着哀嚎。今天给大家表演一出36计之过河拆桥。 哈哈！耶，那很简单，我的现场只需要我一个人，我会带着你和你的舞团送你们进那个淘汰门。待会儿老梁会说 ，Bridge，
今天是你赢，结果拿着比分一看，100-0。我觉得新手就很了就了了，了着趁着来个彻底的。网上重拳出击，现实唯唯诺诺。我劝你们 real 一点。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希望节目不要恶意剪辑我就好。real talk, real talk。我没有觉得咖喱肉，我只是觉得 TT 不行。不好意思，小妹妹说话不注意啊，抱歉抱歉。保安保安，看小心点啊，他要打人了。这才12票，我们没有强制站起来这个环节，也就是有13个人说你弱，但只有12个人愿意站起来。行，那说明我还是有点威慑力的，至少吓到一个人。吓到了哪个哟？那一人是早安。我们最弱啊，我们唱情歌啊。退！你要 call out 的是？我想 call out 的是，想着找一些帅哥。我想 call out 的是 TT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祝福我啊！加油加油！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了我了，讲句实话，因为我跟 T 仔确实地域的原因，所以我们也不经常来往，那可能就是我会觉得他是我心目中里面比我长得帅的。谢谢。啥意思啊？你说我旭哥不同意了，旭哥生气了。你说我丑。别，不是，我就觉得啊，你这话有点过了。老潘，要不要我跟你换一下？不可以啊，我一直想说你要不跳舞，咱俩来一下子。来来来，还是 ICT 的。不是我，你有啥不满意？你坐会儿。早安，小心不要被当成早餐，我会刺激你的感官，然后跟你说晚安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自己来新说唱，我也想来看看新说唱的含金量。挑娃娃的原因是什么？我感觉大家都想看，然后我觉得反正第一场我们可以演一下。对，本来我想说我们女生之间团结一点去打他们男人，但是你非要想输的话我就成全你。你不一定会赢我。咖喱告诉我一下，为什么要选李佳龙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躲不了，我确实输给佳龙一票当年。我给李佳龙。恭喜李佳龙晋级第三轮，成为冠军候选人。差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差一票啊，太可惜了。你问我服不服？我觉得我不服。啊，我不服。首先肯定 respect。我就很怕。会跟2年前会是同一个结局。走着。我真的不太会啊。野狼 disco 啊，确实当时打不过，真的这个歌很猛，但是呢。一首歌吃一辈子这种感觉我没体验过。哦哟，哇，这个还说不会讲，这个、你都这么狠、哦哦哦。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，为啥你得管我叫哥，还得叫舅。哦哦哦哦哦哦哦
才在台下奶万也对我放了一点狠话，说也不能一首歌吃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对，曾经老舅凭着一首《野狼 DISCO》啊，挣了点小钱，那叫老房有喜。你要感谢这首歌淘汰了你，才能去参加《青春有你》。我就跟你说，我当年跟他 battle 为啥害怕呢？这个人太恐怖了。你选小蛮王俊没有？我选啊。我就知道。你看啊，马上会炸了。你们是上一轮觉得弱的投票得票最高的一组。我替旭哥感到可怜，他们输定了。